哪一瞬间让你突然想放弃舞蹈？马兰开花21，2825呀，你妈都死了，赶紧过来撑皮筋。哎呀，老说我们撑皮筋。梅子走了，该上舞蹈课了。哎妈，我再玩一会儿，就5分钟，马上马上，别玩了，赶紧走了，马上迟到了，快点。那你们等我，我晚上上完舞蹈课再来找你们玩。我们再也不跟你玩了，没意思。走，去我家看凹凸世界去。老师上节课教的动作都记住了吧？马上该考级了。记住了。哟，大舞蹈家舍得回来上课了。我就请了几天假，桌子上都是谁的东西？我们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。这我的。哎，这火锅我的。都拿好自己的文具啊，跟我去三班准备月考。月考啊！最近去参加舞蹈比赛，落了这么多节课，这题一道也不会呀。自己写自己的啊。Day two， 看看你这成绩，你这心思压根就没放在学习上。那个就是他们班的艺术生。你这成绩太拖咱班后腿了，把家长叫过来吧，不行就留级啊。